这就是很多人的思维障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老觉得机会在外面，其实在我看机会在里面。我特别喜欢往里挖，很多人都喜欢往外求，我喜欢往里挖。往里挖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对吧？有一个人就一直想发财，最后他把他农庄卖了，然后赚了一笔钱出去淘金，有没有淘到金不知道，他农庄下面是油田。对不对？那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没有往里挖的意思，就缺少这个意思，没有往里挖的意思。你手里有珍宝，你不觉得那是个珍宝，你觉得很平常。但是对于没有这个珍宝的人来说，就觉得它很珍贵，懂不懂？你比如说我们小婷，我们小婷脑袋里充满了指令，她给人提指令的是完全不违和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她十二岁我就认识她，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她是个宝贝，但是她自己不觉得她是宝贝，她觉得她自己很平常。